他一定是选 JJ， 肯定是 JJ。我觉得你的嗓音非常能够飙高音，蛮适合跟老肖一起的。你是不是怕了？我没有，我老实说，我觉得他。你是不是怕他选你？他一开始有觉得吸引到我。就是、哪边？这一期玩家肖兄还是蛮开心的。开心啊，开心，因为朋友真正交心的朋友不好找，找到的时候要好好珍惜。真正会愿意跟你换外套的人、啊、也不容易。哦，哎呦哎呦，这个画面真的是，哎呦，这个画面太美了。没有 J 兄的胸比我大。我泼墨。你们两个坐一个位置好了啦，对对对，同坐一个位置。哎，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为各位介绍我们的老师肖J老师。